我们在煮石头汤，可是没有调味料，怎么办？老大愁眉苦脸地对村民说。我家里有。一个村民跑回家，拿来了盐和胡椒粉。老三把它们撒进锅里。老大说，要是加上一些玉米，汤就会更甜。我家里有。一个妇女转身跑回家，捧来了一些玉米。还缺少肉和菜，如果加上一些，那汤就更香了。老二说。